这是你的猫咪？对。它叫什么？叫黄金吗？没有，它叫 Kini。Kini， Kini 叫悠悠。是的。Kini，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他是男生，不过为了他，就是说打扮要跟我一样，只好勉强他穿裙子。他，你看他很不高兴的样子。男生把他穿裙子，那他个性会不会起变化？不会啦，他个性非常的倔强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就是头都不抬起来，他就是你把他穿上女生的裙子不高兴的啊啊！养他多久了？两年多了。两年多了。对。那么这个，晚上跟你睡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他晚上喜欢睡在那个就是比较凉爽的地方，因为他身上的毛太多了。那你认为啊，他跟你最像的地方在哪？像啊，你看啊。嗯，你的还要看呢、啊？平常没有感觉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平常跟他常常在一起接触，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毛会过敏。毛太多。我想他跟我最像的地方应该是。接下来是宠物以及主人相像单元。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呢，他的身价从今以后将要以黄金来计算的。冯佳佳啊，为什么？哎，我还没有介绍，你怎么冲进来？大家欢迎金瑞瑶。谢谢大家。我说啊，金瑞瑶是黄金女郎，因为啊，她是演八点档连续剧啊，八点档号称为黄金时段，那你就是黄金女郎，没有错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啊、嗯、那我养的宠物就是像这只猫咪，就是黄金猫咪。对啊，你们家的拖鞋叫黄金拖鞋啊。哪有这样子、哦、这是你的猫咪？对。它叫什么？叫黄金吗？没有，它叫 Kini。 Kini， Kini 叫悠悠。是的。 Kini 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他是男生，不过为了他就是说打扮要跟我一样，只好勉强他穿裙子。他，你看他很不高兴的样子。男生把他穿裙子，那他个性会不会起变化？不会啦，他个性非常的倔强。你看他就是头都不抬起来，他就是你把他穿上女生的裙子不高兴的啊啊！养他多久了？两年多了。两年多了。对。那么这个，晚上跟你睡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他晚上喜欢睡在那个就是比较凉爽的地方，因为他身上的毛太多了。那你认为啊，他跟你最像的地方在哪？像啊，你看啊。嗯，你的还要看呢、啊。平常没有感觉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平常跟他常常在一起接触，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毛会过敏。太多。我想他跟我最像的地方应该是他很可爱。哦，很可爱，你也很可爱。你们家的拖鞋也可爱吗？像你的鼻孔一样可爱，可以吗？哦，他鼻孔也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希望啊，电视机前的朋友，你跟你的宠物打扮起来很相像的话，赶快来报名。那么瑶瑶，你平常坐计程车吗？计程车当然会坐啊。你知道明天是8月16号，也就是计程车新汇率开始的第一天。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，坐计程车之前呢、啊，你一定要看清楚它的码表哦，它的计费方式有很多不一样的，包括夜间的、啊、白天的、啊、以及等的时候，通常不一样。看清楚之后呢，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纠纷。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金瑞瑶以及他的 Kitty。